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几万块的。大家好，我们是哦，我有点习惯了。我回来了，回到我在乐购买东西了，习惯了，有点习惯的口音了。英国的天气真是要气死我了，忘掉说什么。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另外一个超级市场。我一下赶不过来了，其实我刚，哎呦，我真的忘记了，我已经回到英国了，这破天气真是把我冻死掉了，真的，我在德国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是会这么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热缩冷胀哈，这个叫热缩冷胀。等一下。不对，我的成语说错，应该是叫做冷缩热胀啊。等我的口音改过来之后，我为大家讲多一点哦，我的德国经历了。说真的，我是真是这样感觉的。你看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的人会肥一大圈哦，因为这冷缩热胀嘛哦。回到英国，我这人又缩小一圈，所以哎，真是各有各好了哦，真没有办法。总是饿，要一热也饿，一冷也饿，总是要吃很多这样。大家早上好，啊，我终于回来了。但是我这台湾口音有点不是太好改，一下改转不过来的了，所以大家多多原谅，我还可能有一点这种台湾女人的口音。终于回来了哈。我现在发现，英国的破天气真是讨厌死了。回来我的头就晕得很厉害，我的双肩因为在路上背包包累死掉我，所以哈，我现在肩膀也很紧啊，头也很疼啊，真的好辛苦。回来自己没有坐的士啊，真是好像千山万水一样这样。爬山越水这样子，后来我看到很多朋友这样跟踪我，真的我很兴奋哦。我发现我就好像会成为一种那种很有争议的人物了。不过也好嘛，活一下做有争议的人物哈，要不就是白活嘛，是不是？人呢很难活的哦。要么就活得被很多人喜欢，要么被很多人骂，要么就是很有争议。不过我呢，我觉得这也很好玩呢。人生不是玩的吗？人生是用来玩的，哈，要玩，而且要玩得开心才好的，开心才好。但是要小心哦，不要玩得太过咯，不要玩得太大咯，哈，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很有道理的了。我这次收获是蛮大的，真的收获是蛮多的，蛮多蛮大的，真的，真的虽然是真的不是太长时间吧，但我真的很喜欢德国的天气了。等到我那过几天呢休息一下，等养过来以后呢，我就那个手风琴声音是手风琴来的，是键钮式的手风琴。我在那地铁站啊，撞到那样一个真的拉着很棒的这个人，他全部是键钮的，我一辈子都没有触摸过一次，我也是真的第一次很兴奋的了。然后呢我就买到了一张 CD， 后来他还说送我一张，所以就两张，我很感激。但我投了很多小费之后还要买 CD 了，新盖的了哈。他拉得很棒，我相信他不会懂英文的了。我只是这样玩一下、颠一下就过的了哈。就人生要玩一下、过一下哈，就没有什么。现在回到现实来，英国的天气这样灰暗，我真是快受不了。但是我还要这样坚持一下，马上还要给我的女儿去开一个小 party。十来个小朋友就都要过来哈，回头我给大家讲这个戒指，这也是很有故事来的。看我的戒指是有故事来的，看我的长长的手指戴着这个戒指是不是很好看呢？
真的好辛苦哦。好了，我不在这里影响大家，耽误大家时间哦。等我的台湾口音改过来之后，我一定要做很多很多视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对柏林和汉堡的一点体会哦。所以要记住大家收看我哦，记住在下边点阅哦。然后呢，我会更加努力做好我的小视频给大家看哦。我真的快累死掉了，所以呢，对不起，我真的很忙，我现在出去哦，必须买点东西，然后呢，就再回来，有时间再与大家见面哦。下次见，拜拜。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I know when that I love you. Is it cause you like them? Girls, make some noise for me. Hello. Are you there? Are you there? Yeah. I'm a bit hello. I can't hear you. Hello, YouTube. No, you're not loud. I'm not taking that. I made that's noise. That's all by the law. Give me some noise, girls. By the law. This has got Friday written all over it. Brand new Calvin Harris and Dua Lipa.